大家好，我是联胜机电公司梁宏明。我们公司主要生产放电加工机、线切割机及中轴式放电加工机，主要行销全世界。民国78年陆续取得那个专利 CE、ISO、台湾精品。咱的物件咧做，就是讲品质、甲研发、甲创新这块功能。一挂电源啊，双电的模式，针对高耗电或高的工件，比同业速度，我电流啥，我尽量30%的速度，切割的速度赢啦。联胜公司自创业以来，秉着正派经营，客户满意，以客户为导向，持续的改善经营。